你身体免疫力恢复好了才能行的，要不然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，一会儿就又开始。你越紧张它越疼，越放松它越没事儿啊。嗯，特别快，皮肤长得比以前很多状态，你刚才那点玩意儿都开。马上就完事儿啊。你今天挤出来肯定很喝吧，有点太猛了。哎呀，这个牛肉太大了。必须得这样，因为我们半天就用的手脚。完事儿了啊。出来了，呼吸呼吸，吸气，你想拿嘴出气，要不然你就别管了。我经常看你拿起电话，却不敢打。看你这次难以忘怀，是不是？啊，没错吧？你确定啊？肯定是脚不要动了。小姑娘多大了？20了。21了。哎呀！来，一会儿就上。这指甲疼了多长时间？马上就好了，别，快出来了，都肿这样了你。完事，结束，一二三，出来。啊，你哭啊！哎呦我的个乖乖！出来了啊！不动啊，就一下。我靠，得这么大块。好，没事。太疼了。嗯。阿妈和我上楼来，是差了要双吧。